各位网友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给大家录制视频，推荐一款软件，叫做猫扑顶帖的一款软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猫扑是一个论坛啊 ，BBS 社区论坛。首先用这个软件之前，我们先准备两种材料。第一个材料就是说啊，账号猫扑的账号。我事先做课程之前已经注册了两个账号啊，这是账号，前面是账号。后面是密码，中间是4个小一横一横的，啊，就是说多个账号之间换行就可以了。这边演示就两个账号操作一下。材料一就是说账号，材料二就是说准备炒作的帖子，比如说这个帖子是你发的，你要把它顶上去，因为帖子看人多它就上去了，这样就是说越多看的人就效果越好，如果不顶的话它就沉默了。这个帖子为什么选这个帖子呢？是因为我们复制一下看一下，因为它是最新帖，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月之前的帖子，评论的人肯定很多，就是说你的留言的话肯定在下面啊看不到，这是最新帖。我是哪里选的呢？选了这边，就是说它现在回复数是1啊，就是说我选了这个第二个。我做课程之前，第一个已经被我就是说测试过了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回复数是7，回复数是7。我们看一下我的电脑有点卡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这边是我的名字侯宝龙，对吧？我们就用这个来测试一下吧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地址啊，就是说两个材料已经准备好了，一个是账号也很简单嘛，我这边就不注册了啊，点击一下注册，然后写一下名字，对吧？邮件啊，一个邮件只能注册一个啊，然后激活一下就 OK 了，这边就不注册了。我们就来演示看一下炒作这篇文章怎么做，对吧？我们就把软件打开。软件界面是这样的，就两块，一块是账号，就是说登录的账号，也跟我刚才说的两个材料一样的。第二个就是说帖子，帖子里面又分内容，对吧？多长时间，关于账号功能的，我们这边演示就简单一点。先导入账号，点击导入。选择把这个账号导入，两个账号点击导入，然后点击登录，看一下状态，登录成功，两个登录成功之后，这一块就不用管了。我们把帖子也导入，点击帖子，然后点击导入帖子，导入就 OK 了。然后这边我们写我们自己的内容，比如说QQ 6232159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内容，然后我们还可以换行，就是说是第二个内容，就是说最新网站项目可以联系 Q 6232159，对吧？是这样的都可以的。写好之后，我们这边可以打勾，可以不打勾，我们就不打勾了。我们看一下效果，点击开始，第一个成功，第二个成功，我们来刷新一下。回复数变成5了，我来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情况，为什么1变成5了，看到没有，这边就是我的，这样就是说帮他顶帖的，这样有两个好处。
第一个好处就是说，我们自己的留言推广可以被其他人看到。第二个就是说啊，我们自己发帖，我们自己可以发帖，然后自己用小号操作，对吧？就是两个嘛。我们把这个它还是挺给力的啊，还在继续发。就是说我要说了一点，就是说这是可以搞的，但是如果你的上面带你的网址的话，它可能就会被说评论不了，所以说内容写的不能太敏感啊，这就是说这一点要注意啊。回复数变成23了，对吧？好了，谢谢大家啊，反正就是说这款软件我都会给你们的啊，加盟我们项目的朋友，他们都是有这款软件的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